太难了，太难了。看我少说打了至少二三十场了吧，二三十场有了。人生好难呐、啊，人生太难呐、啊，人生好辛苦啊！该是往这边走了，又帮我做新贴图了，再讲。泪水王那泪水城那只王也能这样哦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想办法回去把装备装回来，不然我完全看不到路。我需要有指针，地方的老头需要指针啊！刚又被炸了，打三十四场、啊，真的假的？要我要把装备装回来啊，不然我看不到路啊。然后还有那个吸，我在想那个吸的要不要吸钱的那个要不要弄掉？哪里啊？这边吧。赢了啊！赢了，赢了，我赢了啊！我没有输啊！我结束了呢，打了三十四场。要是我肯定打一整天啊！就只是专注力的问题啦。只不过贵了，贵了，哈哈。只不过贵了点。哎，那我是不是也可以去墓园那边升级我的丁梦剑啊？还是丁梦剑？梦丁剑。好像可以欸。欸，安安你好。换回原本的装备了啊。指针再配这个采集虫群。长钉剑。还有什么可以弄呢？我还有一根啊！幻术人就要三个幻虫之歌，受到伤害会获得灵魂，这个是不错的啦。不是这个啊，受到伤害时附近长出图腾，看来好像也只有这可以用哎、欸。好，就这样。要200，他怎么救？敢没有钱，差400多块，差300多块，320级，哦，340级。晚安，晚安，拜拜，晚安，晚安。八分拿的，没东西可以卖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去补一下，我们去泪水城吧。还是要先去墓园，去墓园稍微学一下新的梦丁剑术，好像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这边，我现在有420金髓，应该可以强化了吧？开了，你可以进入门后的沼地了，在那里用心聆听，你也许可以找到逝去已久的虫鸣之心。就是刚刚讲到就开了，那开了之后，我的精髓有扣掉吗？我的精髓没有扣、欸，
超过200门就打开了。哦，这是哪里啊？纵魂沼地。哇！为什么被攻击了？哇！哇！这是陷阱吗？干，老师又死掉了。他是谁啊？欸，我要重走来，太好了。没关系，我还是要过去嘛，迟早的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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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害我都肚子饿了。我在这里存个档好了，等一下死掉可以手遁比较快。哎，你好，安安。虚空安安你好。快过来啊！你去哪了？哎、欸，你逃去哪了、啊？这家伙逃走了、欸，哎，不是吧？哦，又出现了。刚才应该是 bug。倾听。哦，我向你保证，流浪者，我的钉剑锋利无比，我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哦，他来打我，他来打我。嗯？嗯？啊，这个不见了，打不到。干，不要死了。他好难抓啊！没关系，附近而已。不然我们找这一只好了。注意你内心的想法，小伙子，扭曲的心灵会滋生黑暗，而我心灵过去都比较扭曲。我原以为将要那是我的终点，但没想到我发现这个沼地有某种和祥的气息。把你杀掉。哎、欸，这样他也要打我。真假的，赢不了。可是我已经把那两个人杀掉了、欸，他真的赢不了吗？如果我赢了，会不会拿到什么东西之类的、啊？所以说我杀了他们，然后他们就会这样子。他就会来杀我，这样不能杀，杀了他会打你，像这个也不能杀就对了。可是其他两个已经被我杀掉了，这都是过往的灵魂。多、哦，我只带了三把，远比传说中的还要的少。所以说，我也可以跟他敲吗？感觉就是历代的虚空骑士那种感觉。所以说，我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好帅啊、哦，这一只。在我们的沼地玩得开心吗？虽然我能提供建议，但既然来到这里，显然你擅长穿梭世界，避开其中的危险。所以说这些都不能用、欸，哎，别害怕我腐烂的形体。
虽然我去的这个到了核心如意，哦，这都很帅。所以说这里到底是要干嘛啦？别看我这样，虽然我的身材瘦小，但我有着黑暗的软软疯狂战斗。丁啊，是冒险伙伴，你在探索世界吗？我真的想加入你，但已经这么久了，恐怕我已经像无头苍蝇一样没有目标了。欸，好多人哦，小心。啊，流浪者，我去过很多地方，做过很多事情，但我还想远远超越我。我已经停止探索圣潮的洞穴很久了。各种祝福。怎么办？这里的意义何在呢？啊？怎么了？这是哪里啊？哦。哦，就是这个而已，没了，彩蛋哦。国王圣像也是拿来卖的啊。YouTube 怪怪的啊。哦，正常了。所以说我真的打不赢他吗？我真的好想跟他靠一下哦。哎，欸，指引，指引北七啊，哦！都在我的照看之下，给予他们尊重，你就可以留下来。如果不要相见，将与我为敌。干！打你！我不相信。干！我要死了！太慢啦！他真的打不打得死的？我想打，我想打爆他！哎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打爆他！区区的虚空骑士，我怎么可能会输给他这种？已经是祖先的人了。再次，妈的，反应要够快才行。四八，四八四，那我用这一招了哦。拔刀啦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样就轻松多了嘛。哎呀，我都忘记有旋风斩这招了，真好用啊！欸，如果我把他们全部人全部都杀掉的话，会不会有好事情发生？送我一把神圣的强大武器之类的。我还尝试把他们全部毁掉了，好毁，毁好毁满。就这么说定了，干不行，来不及回好回满了。欸，他的速度变快了，我会死掉。等我一下啊，通通都去死吧！收集灵魂而已吗？啊，管你的！我要把我祖先全部杀光。你连你的祖先都保护不了，感觉都只是收金水而已。啊，想太多了吗？真的是这样子吗？哎呦，差一点。差一点点那儿，
太慢了，再一次。好，这可以。还有这一只，感觉有点像是通灵王在除妖的那种感觉。哎、欸，全部除光光。没关系啊，把它弄掉啊。哎、欸，蔡猛汉，好久不见了、啊。你别以为你没有换大楼地，我就不知道干你你。都是你啦，妈的，蔡猛汉一出来我就死了。算了，我放弃了。虽然我做了一半了，但是被你们这样讲，好像真的没有什么彩蛋之类的，我还是算了。我把灵魂拿回来，我就滚。必然。玩的正爽，你在那边，哦，扫兴呢。不过我觉得我杀的蛮干净的啊，你看还蛮干净的、欸。你看，其他都消失了。好啦，剩下这几只我就饶他们，好不好？不做了，不做了。我也好想拿冒丁剑砍老头，干嘛？你想要知道我都做什么梦吗？啊？你想知道我都做什么梦吗？不告诉你。啊啊！哇，一个八百块耶，好赚好赚。Velmi，Velmi，Velmi，丹丹你好，嘿，怎么事情？这款游戏好玩吗？好玩呐、啊！哎、欸，我钱变好多、哦，我现在大富豪了。春梦，这你就不得而知啦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你的。Velmi，Velmi，Velmi，除非你可以知道。我的梦，除非你可以探索我的梦境，不然你是不可能知道的、啊。好、哦，有啊，武器强化啦、啊，武器强化了，已经变成会回勾的丁丁了，有没有？变成会回勾的丁丁了，有没有？丁刃级啊，勾死你！死了就好笑，不会啦，反正我有臭油弹，有差吗？臭油弹就是直接马上就直接限领了，而且我臭油弹十几个哎、欸，没在怕的、啊，我咧惊咧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哎哎哎！等一下，这是底吗？啊，这是底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好勾，好勾。是吧？干你老师，为什么过不去？所以说我到底要怎么过去那个地方打那个长得很像马眼的东西啊？谁能告诉我，什么打那个长得像马眼的？难过，回敲，回敲就是甘甜。超级大卡关，这个老前辈不知道也很难吧？我有钱了，太好了！大家一起吃宵夜啊，互相伤害啊！来互相伤害啊！唱歌很幽默，对啊，他超幽默的，幽默耶！ Yeah, 多一个了，你还要继续卖新的东西吗？啊，没了。这个人又破产了。老头唱什么歌啊？陶喆的《下雨天》。哗啦啦啦啦啦，天在下雨。哎，对了，废弃车站拿站票是不是这个？刚刚那位大大，我问你，这个是废弃车站吗？我现在这正中央这个嘘嘘是废弃车站吗？这边可以拿到票，可是为什么我之前拿不到呢？我之前什么都没摸到哎、欸，他都不给我。一个是往下，一个是往上，这个我就没走过了。往下好了。对啊，嘎，肚子会饿了哎、欸，我肚子好饿哦。
可以这样子。我现在肚子叫，一直在叫。那我等一下去买个麦当劳来吃一下好了。奇怪，这里什么都没有啊。其实这样有失公允。在经过一连串的反馈之后，我觉得我有一些崩溃。真的，我崩溃了。不行，老头关塔会寂寞。那我们就不要关嘛，好不好？就看聊天室聊一下天也好。哎，破了，居然破了，是个男的，是个男的。宵夜啊，猛汉哥哥，你要不要请我吃宵夜啊？猛汉哥哥，猛汉哥哥，宵夜时间啊！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，哎，我还蛮好奇这里会到哪里。干，妈的陷阱！哪里个？我又到了哪里了？我是不是没有办法拿到车票了？这是哪里？哎、欸，好酷哦！这边到右边来，哎，哦，所以说我知道往右边走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依照我多年来的经验呢，啊，以及我多年来的经验，以及当做一年多实况组的这个专业的程度来看的话，还有我十几年的，十几二十年游戏经历的这个专精程度来看的话呢，是往右边走。啊，你们一定会觉得是往左边，不对，是往右边走。你们一定都觉得是左边，对不对？对。太专业了，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专业了。这边就可以拿到车票了。哎呦，谁干的？恶心死了！越来越大只是怎样？这样有点尴尬。哪里？糖糖先帮我记着。好了，什么时候变干花王了？没有啊。不相信我的专业？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你怎么可以不相信我的专业？不能侮辱我啊！什么东西啊？我记得这个好像是要用什么东西才办法过去，对不对？要自己身体也是变黑色才能过哦。好像还需要多一道新的技能才可以入手。哎、欸，阿美路啦，要暗冲哦！我们现在没有暗冲，我们白冲。我们只有白冲，暗冲不知道找谁拿，所以说不是这里。哎呦，看来还是一呆。看来是在走这里了。各种崎岖的路，哎，难走死了。这里吗？这个有87%干化元素在其中。哪有？我明明都很认真，专业的。啊！我的臭三小啊！北七，跟酒驾一样，妈的，直接跳下去，这是酒驾会做的事情啊！哎，回来了，你好，很高兴你又回来了。
不要闹啦！奇怪，这怎么会有个尸体在这里啊？哎呦，快来不及了！我错了，原来这是要往上。再一只，再一只。对啊，我肚子也超饿的。老头这角色真耐摔，当然男主角啊。快点！刚刚一大队武功那边一直往右就到了。啊，所以说我走错路了、哦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下再回去。我倒想看看这里是可以到哪里，顺便做个探索记录好了。做个记录嘛，原来是拿碎片啊，多一个，好，一个，再一个就多了容量槽了。这里是到哪里啊？啊，这也是初始地吧，是吧？没有错。那我们从这边 回头再往右边走，有没有要帮我叫麦当劳啊？吃宵夜咯。好，原来这里没有路啊。然后起飞哦。北京烤鸭。欸，好久没有吃北京烤鸭，我也好想吃哦。表示想吃。所以说，一直往右边，看是这里了。对啊，这里过不去啊。对呀，一打一，到了，梦想起飞，给我车票哦，没有车票啊，说好的车票呢？我的车票，没有车票啊。下面来过了，小心破百哦！还好啦，体重都在我的掌控之中，并没有破百的问题。我们换往左边走好了。德国之家，不会破百啦，可以的。哎呀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太贵。新的路，所以都在99了、哦，没有，80级左右吧。欸，下面怎么会有个跟我长一模一样啊？我等一下再去找他好了。我刚刚听到有虫虫的声音。嗯，耶，找到你了，耶，太好了。然后这里呢，没路。那还有20级的进步空间，我不想要让他进步啊。交个女朋友就瘦了，欸，其实不瞒你们说、哦。我是交过女朋友之后才变胖的呢，我是幸福肥的那一种哎、欸，
我是属于幸福肥的那一种，真的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。有的人真的会因为谈恋爱，然后之后就变胖了，我就是那一种，然后很难瘦下来的那一种。现在自己煮鸡块来吃，真好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他不见了？我刚刚不是说看到我自己的样子吗？干，好恐怖哦！被女朋友养肥哦。对啊，他都是跟我去吃好吃的啊。我那时候常常去吃烧烤之类的啊。平常我是不会一直去吃那种东西。为什么分了、啊？有很多原因呢、欸。我觉得这种感情真的很复杂。欸、你看，又看到我原本的自己了。感觉是谁想要带领我走这条路的感觉，你看又不见了，好恐怖哦！那还是别交了吧。嗯，我不会因为我是不会因为这样子不交啦，因为我觉得感情这种东西有就交，没有就算了。哎、欸，往那边跑了，有就交啊，没有就算了，并不会特别的想要之类的。好啦，其实还蛮想要的，干，但是就有些东西强求不来啊。比如说啊，静观其变吧。可以再逛逛吗？来不及了，我们先去这个地方吧，等一下再回头。我就觉得有事情要发生了，就是了。是怎么回事？哇，跟我长一样的家伙，哎呦，哇吼！哇、哦！完了，我应该要死很惨，是诺克。等一下，我不知道你攻击模式，你不要这样乱。我要死了。不能硬上，欸，躲这里超好用的，我可以躲这里，欸，一直躲一直躲，有没有？最新打法粗鲁，看好像不太行，二段跳，我决定站在这里了。哎呦，不行，躲了，不能躲了，没那么好康啊！干不行，我好死了。等他过来啊！看来又不能这样玩。好笑。都不见了。快要死了啦！不玩了、啊，控制虫的下体。应该是吧，没关系，至少我们记录点在哪里了。不可以死啊、哦！对不起，我死了。干套他鸡大鸡巴，儿子有大鸡巴，他根本就在不断的疯狂射，不知道射什么鬼东西。
啊，有地图了啦 ，OK 了。老头好像面壁思过。其实我刚刚 loss 掉很多攻击，你知道吗？不然他基本上就被我玩死了。我的错。我要直接这样子哎、欸。开始要吐胆汁了，哎、欸，阿德普不见了，哎、欸，在干嘛？哎、欸，卡住呢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这样子 OK 吗？好吧，还是他打不死啊？耶、yeah! ，我好强啊，太强大了，太强大了，太强大了。实在太强大了，干，超强的、欸，你妈个去，你妈肚皮像皮球，你妈的屁震天地，你妈的屁震天地，你妈的球像皮球，啊，三小。可以上去吗？看，我居然想也没想过我会这样过啊！真的是。苍白矿石，我知道了，提升武器用的。去吧，没关系，这个作者是送我的，真的就甘心了、欸，不想让我浪费两个小时。啊，是你妈的头，你妈的头像皮球，你妈的屁震天地。所以说这里没路了、欸，好像来这边的目的就是这样子而已、欸。就走错边了。旋风斩与你同在，好用哎、欸！那颗头没有办法永远带着，打爆蛋蛋那一瞬间有蛋蛋的哀伤。对啊，哀伤到我都受不了。我以为那边有东西可以拿，说想太多了。哎、欸，我现在就可以往上走了。这边可以往上爬吗？好像也不行、欸。哎、欸，可以哎、欸。右边走是温泉，这里倒好像是没有上来过的样子哦、喔。尝试一下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要爆了！这边是新的路。都是黏液，都是子孙。你会看到各种子孙在地上，好多哦。哎呀，好恶心哦！爬满的都是蜘蛛。哎呦，怎么声音？嗯，
吓一跳，老头还没睡啊？哦，对啊，还没睡啊，还在探索中。我居然上来了、欸，这里又是哪里啊？我想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找到那个入梦者啊？啊，没有，入梦者还很遥远，超远的。我太想女朋友睡不着了啊，那就稍微让她动一下啊，对不对？可以稍微让她动一下嘛。你是好多个族的阿公哦，对啊，超级始祖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废弃电车在这里啦，是这个吧？是吧？我到废弃电车了哎，随便走就到了，结果你跟我抱下面，哈哈哈！哎，这才是废弃电车啊，哥哥，哥哥，这个才是废弃电车啊，您抱错路啦。到废弃电车来了，超级废弃耶！哦呦，不要乱升！没打到，这也太多了吧！车票，耶！终于，这边可以赚钱嘞，靠他生了，靠他生钱给我。老头，不是说往右走？哎，对哦，干。好像是我的错哎、欸，啊，都我的错，都我的错啊，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都当都我的错，耶、yeah, ，我们可以发动车子了，对，可以上去，这里，出来了。右边还没有看过，呵呵呵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哎、欸，这里可以过，有尸体，我的国王，对不起 ，boss 吗？哎、欸，有椅子可以坐、欸，哎，哇，大更新，原来长这个样子啊。法建造完成，这个巢穴拒绝了我，好穴好穴，谢谢你。哎，我们这样直接到那个呢右边了呢，有通往有通道哦。哎，直接往这边走哎，虚空骑士才刚出啊，他的攻略少是正常的。然后再也可以往下走，然后这边全部都往上标记。什么声音？怎么会有人在讲话？啊！哦，在上面。哎、欸，这家伙被抓了、欸，好好笑哦、喔！妈 ，fucky， 奈，那，阿嘞，阿嘞 ，hold on，hold on，hold on， 阿嘞，
马卡西，你讲啥？我要救他，就是要我去救他的意思啊。这是在亮什么的？重点是我没办法上去啊。哎、欸，他那个亮的是干嘛的、啊欸？又在亮，又在亮了。半夜一点了、啊，哎、欸，真的。我知道了，知道从另外一边。我们要从另外一边走了。不知道为什么感觉老头台的会在啊，老头会在精华把我标出来写八旗，有可能吧？如果我记得的话。全世界我都可以忘记，只有你霸气，我没有办法忘记。好多尸体哦！哇！这样还打得到哎、欸，好猛！发现这里过不去哎、欸，这太硬了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这边根本是赚钱房吧？一直升就饱啦、啊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过了？算了，还蛮莫名的。哎，我救了你了！你不是说你很强吗？你这小白痴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在黑暗中乱挥你那生锈的小钉钉吗？我的钉钉可是很强壮的，你不要侮辱我、啊！你差点打到我了，要是你真的打到我，你就死定了，骗不了你。我是无敌佐特，我知道啊。然后你屁话一大堆的人啊！我看一下你心里讲什么啊？王国隐藏着这充满致命掠食者的黑暗巢穴，很好，现在最致命掠食者就在这里。我还以为他的内心是很胆小的，救了他，他还在那边唧唧歪歪，真的是。这是什么？国王像，国王圣像。那拍动的声音好真实。啪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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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会飞的蟑螂那种感觉，吓死你！我听到毛毛虫的声音了。我看到，看到了，哇哇哇哇！这里是怎样啊？来吧，我放你出来了。Yes。我们到底救了几只啊？等一下回去看一下虫爸爸好了。好，等一下咱们来回头看一下虫爸爸。就知道我们到底救了多少只了。这恶心的声音，咔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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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咔哧声。哎。好，没事。最右边我们去过了吗？好像还没的样子。算了，我们先回椅子坐着再说好了。先回去更新一下地图，再看情况。收集完后你就不会叫他虫爸爸了？为什么？虫妈妈吗？哎、欸，又是你。有时候还会在这边遇到他们、欸，还蛮有趣的啊。哎、欸，所以说真的左边没有走过去就对了。那我们去右边先把车站发动一下好了，先去发车。我准备要去搭车子了。但是我不
么去？我那么难过啊！哎呀呀呀呀！算了。不要再救小毛毛虫，最后会被老毛毛虫吃掉。嗯，什么鬼东西？耶、yeah, ，通行的，然后这里干嘛？进去之后会到哪里啊？可以自己挑吗？欸、好笑啊、哦！在这里面休息，按，好好玩啊、哦！所以老头是用自己的钉钉狂甩吗？我不知道耶。这个就要让你自己去亲身体验了。佐特在竞技场超强是真的，真的吗？我好想跟他打哦。所以说他每一个部分都不一样哦，啊、也不能看自己到哪里了是吧？现在我在哪里？哦，我跑到坟墓来了。如果再往右边走会到哪里啊？可以再搭、啊，再搭看看好了。好，再休息一下。是说甩钉钉还是被钉钉甩，都有哎、欸。你比较想看哪个？抱歉，误会了。这个地方没有地图，我哩嘞！太肥了吧，这个肥猪猪！这边好多蜜蜂哦，就是新土。这到底有多少星图啊？这游戏虽然是2D 的，但是这个内容真的是太庞大了，庞大到我不知道该怎么负荷。要吓老板，哎，只能用甩的，就是好钉钉，真的。但是那个角度要瞧好啊，是吧？啊。今天直播那么晚了、哦，应该是说我开的晚吧。哎、欸，这里好像来过哎、欸，再试一次。哇，程咬金！我又知道这么一只。这里呢？哦，让我回到原点是不是？好哦。那、啊、这有没有路可以走啊？没有。所以说这里到哪里啊？什么时候才破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这个游戏内容真的超大的。你看我玩了大概已经三四天连续直播了，都是这个样子。连 BOSS 有几只我都不知道啦。哼，马上爆了。啊，原来这是王室下水道啊！原来这里是王室下水道，看得还蛮堵然的，真的吗？所以说它是一个很北然的一个。很北兰的一个虫爸爸是不是？哦，哎，又是那个女的哎、欸。潘德拉，看笑屁笑屁哦，开这么开心。我在想说，我要不要回头啊？因为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去做哎、欸。应该是说还有其他路我还没有走过，
就是回头的那个路，有些还是好像还没有走过的样子。我正在犹豫，我要不要？知道的，回头路。他会吃了他们哦，是哦，干被剧透了，也还好啦，算了。毛毛虫到底回去干嘛的？不知道啊，被骗了吧？虐待虫虫。好了，我们刚刚是这边那边上去的嘛，我们右边还没走过哈，对，就这里。这边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。哦，这边有图纸可以拿喽，我们找一下它，王国边际。傻瓜，被骂傻瓜了。傻瓜，我们都一样，被爱情伤了又伤，相信他会很不一样，但却又受了伤，不能输。我要去买地图了，啊，他到底在哪里啦？制图师嘞，哇，冲到上面哦！这什么？流浪者日记。要洗洗睡了，晚安。所以刚好留一只没救最好。其实我觉得把它杀掉应该会获得一些道具吧。而且重点可能要拿一些成就，需要把他们全部救好救满，就这么觉得啦。哎、欸、啊，那个嘞，报纸哥呢？我要来买报纸，你跑去哪里了？靠北在这里，很会躲哦。多少钱？这么便宜啊、哦！买了。最右边是休息地，那边有一栋，那边有一栋小房间，可以去看一下。不全就会拿不到其中一个徽章的样子。看来还是要全救。这些虫子在干嘛、啊？跳那么开心？我觉得这些生物的种类真的是一堆奇奇怪怪的。啊，才刚进来啊、哦！你好，哇哇哇哇！这地上白白的是盐巴吗？还是金虫？哦，我是指这些虫的精力啊、哦，很有精力的虫叫金虫，你不要想太多了。哎、欸，他们血好多、哦，我都已经升级成这个样子，居然还要打四下，这意味着等一下要再去找铁匠升级了。说到要升级，我都忘记了。老头，你会孤独吗？其实也还好哎、欸，还好的。等一下。这里看一看，这是这个、哦、为裂空座门哭哭。哇，大只的出现了，也越来越难缠，还只会跳而已，什么都不会。夜以继日的储存后代，对啊，他们在储存他们的后代。繁殖，哎、欸，后面的钱真的不难赚哎、欸！耶，我终于来了，这里是干嘛的、啊？宵夜烤吐司喂药，哇，这是学新技能？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是的，你又是宗师，快点！800块，我愿意学，快点教我新技能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
阿嫂，两只互棒相争，棒棒对棒棒，学会了冲刺斩。好棒棒不冲刺吗？那、刚睡醒啊，你好。哇。Bam. Finale. 冲刺斩怎么用啊？哦，原来是这样用啊。好像只有集气才可以冲刺斩、欸、快睡着了、哦，快就睡觉啊，没关系的啦，可以去睡觉的。这是谁啊？我，好笑、哦，变得更强，兄弟们，打不掉哎、欸，好笑、哦。练招是用的吗？哎哎哎！